就是很欠揍啊！这种人在职场应该是会被同事排挤的吧？就怕会得罪他吧？很有压力，很有压力。然后很明显，我前主管就是这种人，就是他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，他听不下别人的意见，就是他很以自己为自我中心。他可能很厉害，就是他不择手段达到目的，可是同事一定会排挤他，他一定会被屌到爆。他有自己的想法，就是没办法跟对方分享。一定有的，职场上很多。真的吗？有什么样的例子？是真朋友吗？是不是朋友啊？没有，是同事。同事，我不能再讲话。好，帮你把前台同事。前台同事。对。那身边有遇过像这样子的女生吗？有，他前女友。对，都符合这六项特质是吗？每项都符合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其实你是喜欢这类型的女生啊。女朋友应该没有人会想要，男生应该不会想要，就是被压过的感觉。就有一个单身的朋友，你会想介绍给他吗？基本上朋友卖小孩啊，所以不会啊。应该不会，那就不可能。因为那几个点都对我来说蛮累的。加油，可以的。他帮你打码，你们可以不要那么讨人厌吗？夜路走多也会遇到鬼。不过单身最难。这就是你想要对他说的。鲨鱼必须一直往前游才能呼吸，要是停下来了，它就会沉到海底。你要是没有把握打败我，就不要成为我的敌人。想要，就不要犹豫。他必须用尽全力的往前，这是鲨鱼生存的方式。